是不是特别喜欢有人在后面给你摁一下脖子呀？觉得脖子特别舒服，对吗？那没有人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来，我来教你用这个按脖子神器啊！有了它，再也不需要别人给你按了，自己就能给自己按。来，架上来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后面呢有两个球，刚好呢通过前面两个把手控制这两个球去按脖子后侧，先从你的风池穴开始按，从上往下这样去捏，有感觉吗？有。舒服吗？舒服，超级舒服，按上去酥酥麻麻的，整个脖子后侧僵硬的这个肌肉给它完全的揉松揉松，那这个血液一下就流上来了，对吗？啊，从上往下依次的摁，然后摁个3到5分钟再拿掉。我跟你说，整个脖子瞬间轻松了，而且这个挂在脖子上随时随地都可以，看电视的时候摁一下，办公的时候摁一下啊，随时随地都能摁，这个简直就是懒人必备，喜欢按摩的一定要买它。